走吧。 写封信，你们到宋家庄找宋老太爷要，要多少？他会就要我帮忙啊！<笑>真的？<笑>大妹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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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妹
是。好漂亮的小妞，两个好，一块儿来。如玉，给他上柱香啊。哦，好极了，先锋将军真是神勇一人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俩一见面就吵嘴，一个是我的爱将，一个是我的爱妻。啊，你可真是一鸣惊人呐！你是看上那个老的，还是看上那个小的了？你来试试看。嗯？我好。我要你替我做一道河豚宴，要是做得好，免你。现在不知道这条河豚做得好不好，有没有毒？哎，不会有毒的。是。谢谢将军大人。你辛苦了，这一仗打得好。这些女人是？哦，打得好，什么都不方便，还是跟我回府吧。你知道我喜欢清静，在吃饭吃的教习哪有真材实料？爹已经过世了，我有这个义务让你走上正路。千金易得，国色难求。既然如此，属下认为八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